钱的，我都不赚钱的，都是哎呀，物我。役物。我得看我花了很多精力时间，这些都是钱，都是时间，都是我都没有任何的，就是要收什么费用啊，什么没有的。我主要是做像当成一个义务的事情公这样益呀、啊，做，公公益益的的，事情这样公做，益的，对，对啊，因为公益的有我，很多啊。对，我也看那个手机那个 LINE 里面很多，他们会传的有没有？我要嗯嗯嗯。看一些呢，大部分我都嗯，像 LINE、FB 之类的有没有哈？你我有很少看用，我只哦？看我都没有没去有那个，去那因为那个是登注册那很那个个资啊，啊？个资很会卸掉，个人情资啊，个资。啊，个人的资料，对，会泄露，哎，有我时他是，们会弄一些你东西，不有的放没有东就西上去啊，不放照片，不放什么就可以了。移花接木，对，你不放自己哎，的资料就可以了，哎，我们只有看而已啦。你对，看我也没事看那个什么，那大陆的那个央视的有没来看样有？子，那央视的那个唱歌的有没有？那各好多好几个省的，他们那边唱歌哦，我有没知有？道央那视那比五的赛有几吗？个？还有另外一个什么？对，好像三四个是五他个那们个，以前叫那个叫什么节目？叫我想一下，就比赛嘛。有他们很多的比赛，对比啊，赛，有我们这边那个歌星也要过去啊，连那个像那个什么老徐啊，哦，他还有他老婆，还有他的女儿，哦。也是一样啊，也是要有那个，我都他有了，要可以看那大个，陆他有一些娱乐节目做得可以的。对有吧？都些可以，娱乐节目，但是呢，他讲政治就不行了，不给你讲政治的，不讲的呀，不给你讲政治，只让你娱乐娱乐，死，我们叫对，娱乐死，他那边是抓去就不见蛋了啊，那边在那边大陆啊，被人抓去的话，那就不知什么怎么回来都不知道啊，是枪啊，毙掉了呀。嘿嘿，不是吧？他枪不一毙啊！定马上就给你枪毙。对啦，啊，是这样，失他踪一就段时是间。失踪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看怎么调查，然后对对又对对。啊，看你有没有一些啊。会有一些跟你有关系的人，对对对这个对，网络他会侦查。啊，这个网络，如果你是他首先你是不是特务，你是不是对他的政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对响对对，还有啊？那语言慢慢上问他就题。侦查你。看你这条线有没有一些什么，然后呢，没有，OK，那你是一个人的行动，那我就看怎么样判你，对对吧？对他对，就如果你有其他的人的话呢，那又是另外一种的判另法外一个喽，心，是对对吧？对对，对啊，你只跟我们这边是就不一样啊，我们这边是，哎呦，还可以上诉了，这样哦，上个屁，他那那又边，抓去又给你放出来，要有钱了就可以啊，好办事了，好像我们穷苦人家那样，要找个律师啊，是啊。要打官司啊，找个他律师那不少边钱有呢，钱还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咯，你知道吗？他有钱的话呢，你要有面子，要有关系，你光有钱也不一定行的。台面下，对，不是台你面上，找到人，台面上打不拢，台面下讲对，得拢，你要找到人，啊，他不看你光光拿钱台面给他，他也不敢收嘞。你要找到人在台底下去交给他，啊，然后呢，他觉得哎，这个不是。他怕他以你为他，人其他的人来谋害他，来对了，给香蕉皮给他踩呀、啊，你知道吗？哎，对所对以对。他也会注意。现在不同以前的随便拿，他到了对，习近平上来以后啊，就是他打击这些对手啊，很厉害嘛。所以或者说你说他反贪也好，说打击对手也好，那有些人的话，他就变得越来越暗地里做了，就不敢太明目张胆了。那么，但是呢，也是会收的啦。就是，但是他要很小心，很保你密，不是来害我的，我才收你。对呀，对，对，他们会防范，就哎。防范对手。他有些政敌，有些政治对手要来搞他，他是要防。对呀，钱他肯定要收的，一他定想要收放，的，他也想收钱的，但是他也会防那一样的啊，你。每个朝代都一样啊。唉，这个就是。这个大陆所谓的中国啦，这个大陆啦，这历朝历代这种腐败文化，这种专制统治、专制政权底下的腐败文化，这种东西的话呢，
始终如果不改，这个国家就不会文明，不会进步，永远都是在这种状态，永远不可能再上一个台阶，社会不可能上一个台阶，永远都在这样的循环，这种恶性的循环里边。啊，所以的话，我们台湾就好了，现在已经走上了民主的步伐了。那么是怎么样来完善的问题？现在是，也是一样啊，各党派还是斗争啊，那，没问题，对啊，这是初步，因为我们才刚刚才30年的左右的发展这个民主，你知道吗？美国也好，欧洲也好，几百年啊，对啊，要经过几百年的不断的这种改革啊。还有遇到不好啊，怎么样去把这个不好的东西改良啊？我怎么样来去不断的进步啊？它是要经过一代一代人这样不断的改良进步，改良进步，这样才能够达到一个完善。那你说美国完善吗？美国还有，其实它也有还是有啊，继续去进步的空间啊。对啊，你看以前几十年前，他对黑人还是很凶的，十几20年前还是很凶，有些警察还是随时。毙了那个黑人的，是不是？直接但就是开现枪在又了，少了，现在少了，是不是？你现在听到美国警察杀黑人黑人的的，少了很多了，是不是？有了，少部了，他很少了嘛，是不是？就是说，他只是个别人的行为，他不是大部分的人的行为，是对不对是？对对，个个别人人个他人个别的人操守的问的，题，他个别的人没有操守，没有那个做警察，没有原则，是吧？他没有守他做警察的原则，啊，所以的话呢，这个这东个人西，的啦，对，你对，是他个人的，个别的，所以的话呢，这个进步它需要时间，慢慢改善改良，就像一个人受教育，对吧？从小受教育到他到大学，其实民主也是这样的，一个从幼儿园一直走到大学毕业。那美国现在是什么程度？大部分人可能就是一个高中生，在民主的这种发展的过程里边，啊，然后有一部分很多一部分人是大学生了，大学毕业了，民主的这条道路上面，啊，但是他们整体就是在高中跟大学的这样的水准。那台湾是什么？台湾可能是还是在幼儿园，跟有一些人是幼儿园程度，有些人是小学程度，有些是初中，有些高中。有些大学毕业程度，就台湾是存在这么样的人群，在民主的这条道路上面，如果要说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程度的话呢，就是七八啥都有，哎，连幼儿园的都有，小学也有，初中也有，大学的高中也大学也有，就是这个社会很多人，因为还没有真正的大家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准，还有很多。很参差不齐，很参差不齐。所以也是，也是像我这样子是年代不一样的，对啊，没钱好读书啊，是啊，这毕业就跑去做工了，其实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我对听吧？没你，有啊，老了没有办法了。你也是有，如果给你读多点书，你也是很有水准的人。我都 IQ 零，但在负二十啊，我没有，你 IQ 很高，就零负是。二十。IQ 很高的，你 IQ 很高的，但是呢，就是说，这机遇的问题啦，家庭啊，你的家庭背景给不到你啊，给我去对读啊，的，给不到没办你，法，兄弟多啊，兄弟多，然还有后的是。又在深山里边，能够有什么太多的经济能源呢？经济能是吧？没有，以前那个我这个呢，毕业的没有，这边没有什么工作呢。对啊，那老对啊。人家就去砍那个山上的木头去是跟啊，人家打工，对一天才多少钱？那个时候是好像3块钱呐、一天才3块钱，啊，3块钱哇，可以买那一斗米这样多子。少年以前啊？对你呀、小时候是不是？啊，我小时候我还小的时候，那就我是们一五，起，我们就两隔是壁那就啊，是50年前了。差不多五啊。十年前，哎五呀，十年前就1940几年，一啊，九五一九没一九一九五一九六六几年。哦，一就九，民国50几年的时候，民国五十几差年不的时多候，50，这样子的，5两的，民国五十几年的时候，哎，那是比较会读书的，有没有？对，哥哥会读书的，叫老人家就会给他们去读外书，面读书，哦，像不会读书的，做事啊，咯，做工咯，在就打猎乡咯，下，打猎割咯，草喂牛，种菜咯，种种田菜菜，插秧，
是。砍柴就这样子。哎，你们的主食以前你们的主食是什么？主要粮食是什么？小时候主要粮食吃的就是水稻嘛。也是吃水稻吃米的。对，还有那个什么番薯啊。番薯。那个藕啊。芋头。芋头。啊。芋头、番薯、水稻。啊，小米。哎，那这个小米，那跟大中国大陆不是也都一样，跟大陆一样。因为我们这偏乡嘛，这是自己有吃面吗？面。面没有。没那时候好像是都以前是老人家那个什么美国的基督教长老教会的有没有？哎，长老教会发给老人家那个发什么东西、啊？面粉啊，有发面粉。哦，啊、长老教会在这里、嗯，以前有教会在这里。对啊，有牧师啊。有牧师有。他从我那边会送物资给那个偏向那个原住民有没有？叫面粉啊。面粉。就是说那个老人家会把那个。面粉袋有没有？啊，拆开来做那个内裤啊！面粉袋做内裤？对呀、啊，这么过瘾啊，这么好玩。那是买那个是？那以前什么物资都没有，有这个东西很好了。啊、现在就是什么都有了，现在反而就是、嗯、后面带来的就是一些什么洗碗巾啊，还是有的没有这。啊，有一些病毒之类的啦，还是化学药品之类的。啊、哦。以前的哪有什么西药带了一些西药过来、啊、那他们长老会当时你们也会去参加那个崇拜啊聚会啊会吗？祷告啊上课啊有没有啊听他们听那个牧师会那个传道讲圣经传道人讲那个、啊、讲那个圣经是吧那就对啊会讲啊去读经啊聚会啊就是在那个什么一个教会里面我们这边族群会做一个教堂、嗯啊、我们这边比较少，塞夏族比较少了。有了，以前有来传道了。哦，别族都像你们这里的塞夏族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啊？都是信基督的？不一定。信耶稣的。啊。也有不信的。啊、也还信不信我不晓得，应该是有、啊、都应该是有的，大部分是信自己的。大部分是。对啊。因为拜祖先的很多都是。我有拜祖先啊。啊。我也圣母我也拜啊，啊，耶稣我也叫啊，哦，我那个啦没分，没有分的，哦，反正就是一心就这样子了，哦，那、啊、第一就你不要做坏事嘛，不要杀人放火，嗯，拜那个只是一个心灵寄托而已了，哦，怎么样？哦，那你像你没有觉得上帝真的存在吗？上帝啊，啊，看个人。你呢？你有没有觉得？你有没有觉得他真的存在？你说心里面有就是有、嗯，你说没有就是没有，就是这样子，很难回答。你自己呢？你自己认为呢？我都是这样子，我都很尊重各个宗教的，都很尊重。哦。除非别的那个什么。嗯。别的一些什么。那个教派的有没有？嗯，他们走到的教派，我就比较不会。我们会思考啊。啊，你是说那些极端的教派啊，啊乱来的教派啊？嗯。就是最近是什么可以什么可以治那个什么？啊。治那个武汉肺炎的啊，直接一点就可以治好的。啊。我们不是道歉吗？那就是个人的行为。哦、如果说你不参加的话，就是会遭诅咒，那就等于就是害人了。嗯。那你今天信什么教？信什么教哈、嗯？这完全是你个人的问题。是虔诚是，有虔诚的、啊、就有拜就有保佑了，没拜就是我不知道，那就你有没有听天由命？你有没有过这些就是一些特别的经验啊？这些跟宗教上面的一些特别的经验有没有？宗教啊？啊，比较少、啊。哦，我们都是三大节日之类的，有没有、啊、拜拜，或是有时会一些朋友有没有？嗯，会到那什么长老教会，嗯，还有基督教的啊、哦，长老教会就是基督教的。对啊，嗯、还有那个耶稣跟基督教跟那个什么耶稣跟那个什么另外两兄弟啊，
那圣母就是他的妈妈。天主教是天主教、基督教两兄弟啊，各教派同一颗啊。对，天主教一个是往一个往北，一个往南嘛。基督教是从天主教分出来的一个新教，叫新教。啊、那么就是天主教会拜圣母，他们会圣母，这就是他两兄弟的妈妈，是圣母啊。他们会就是把玛利亚称为圣母，基督教就没有把玛利亚称为圣母的，基督教是认为玛利亚是一个童贞女，生耶稣的时候是就是处女，她是处女的身体，但是呢又怀孕，是她的怀孕呢是那个这个天使是圣灵让她怀孕，是就上帝的另外一个圣父圣子圣灵嘛，啊，圣灵让她怀孕的，那么基督教是这样的一个理论哦，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他说是这样就是这样了，是不是？那么就是就没有说将玛利亚当成是圣母这样，就是耶稣是一个处女生出来的这样的意思。我们是一般就是说我像我个人的话就是由来我是不怎么了解了，可是起码我们也有听别人讲一些资讯啊，就这样子的，也没有排斥什么这样。对对，像我在教区，我们也没有拿香的呢，以前啊。没有拿香。拜拜的没有呢。没有拿香，你们拜祖先的时候，以前老人家没有用香。对。那这个香是后来才有。后来那个我们被同化有没有？对，就是。就跟那个客家人拿，拜那个什么。猪肉啦，鸡啊，有没有？对对，这些其实是汉人的，是不是？汉人的。你们以前没有？我们以前没有，我们以前是节日一样哈，就是去山上狩猎，拿回来我们那个族群里面，大家分享，然后先祭祖。祭祖的时候的心。就要先拜。先拜。哦，在外面拜，然后那个用酒吗？会用自己腌啊，小米酒啊。会用酒。小米酒。小米酒。对，还有弄什么，就是小米酒了。就然后就是这些打猎回来的肉，拿来先祭祖，先祭祖完毕，然后就会唱一首歌，刚刚才完毕，然后就那个肉切开来，族群分享，对，大家一起分享，对，长老先享用，哦，长老先享用，对哦。然后大家才分，大家分，有分层级吗？长老是最高，对啊。然后呢？族中的长老，族中的年纪大的人，对对，就一直往下了。对，年纪大的人先。比方说你是长老，我第二，他第三，就这样轮流这样下去。长老有几个长老？我们这边赛夏族没有长老，我们就是我们五大族。哦。长老的那个长老叫族酋长啊，有没有族长啊？族长，就是酋长，是阿美族那边哈，布农族他们有，我们这边我们是各姓氏的，最大的，比方说年龄最大的那个是不是？年龄最大的啊，有分嘛？比方说你姓家姓陈的，姓日，姓日，姓陈的，姓日的哈，都一样，姓窦的，姓封的一样，是啊，年龄最大的有没有哈？他是掌管。哦，如果说他不接受的话，他不要接那个职务的话，有没有就会推荐另外一个人。对，总之以最年龄最大那个先，对，他不愿意，他不想干，就另外在年龄比他小一点的那个，就第二年龄大的那个来接。对，这年龄都是以年龄来分。可是之前是同等啊，之前啊，之前呢、啊。哦，知道，同等啊。对他也要就带领我们足球，他也要就职的，也要就职。他自己是在旁听者啊。啊，荣誉长老啊，荣誉长老啊。荣誉长老。对，荣誉长老。那这个长老他有什么权利吗？权利的话就是，比方说祭祖的话，就是会带我们，那个族群一起祭祖嘛，然后去狩猎。
或是些中小米这之类的，哦，都我们都有分的。哦，那现在比较很少了。就以前他们长老会带领你们去狩猎？不会，当然不会。不会，都是那个猎人。猎人才会带。对。那长老他平时有什么事情要做吗？一样啊，也是要内务啊，要整理内务啊。啊。族群的内务啊。啊，族群里边的事务。对，事务。啊。然后比如说你有什么争执啊，什么要找他来去帮忙解决。对对对对，就是那个要和解，和解。比方说你对方不同意哦，啊，那就要赔两条牛。哇，这样。啊，要赔五条猪。哦，他来去像一个法官一样，是不是？对对对。啊，来去。如果对方有这样可以的话，那就和解。啊，但是以前现在没有了，现在都是找那个找警察啦，找对不对？苗栗支持苗栗县，苗栗地检署村长啊，找村长也没有用了，找乡长啊，乡长也没有用了啊，那找什么？如果说两个有发生纠纷啊，我被打啊，我到医院去验伤啊，好住院，然后到派出所去做笔录哦，录案，哎，做笔录啊，然后还有证人，嗯，送到投份分局。然后到苗栗县政府，苗栗那个检察官就会做去评估啊，然后就法官就会下那个存证信函给你啊，你今天没有来哦，一次不到3万块哦，啊，第二次不到啊3万块啊，第三次不到，嗯，马上就拘捕你了，带走了，这样，对。那你以前这个组长在处理事务的时候，你有没有经历过？你有没有亲身经历过？有啊。什么事情呢？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处理的就是，比方说一番，什么结婚啊？嗯。哦，纠纷啊。纠纷。对。什么纠纷？你试过什么纠纷？业界啊。好。那比方说你的土地这边，嗯，他会在这边嘛，嗯，他会侵占啊，有没有？侵占土地。就要他来，要他来解决。对，他说是我的土地，他是你的土地啊，就会搞不好会打起来了。打架，然后就为了争土地而有争执。你在那贪心啊？然后就找他来解决。对，姐姐，你试过这样的事吗？有在朋友，不过我是朋友，不是你自己。是我们足球里面也有足球里的人有啊，他打到中央去啊。啊，中央啊。打到你们族群的中央去，不是，还是政府的中央，政府的中央去，哦，最高检察官的检察院，对，哦，现在就是有什么事情了，族群都不管那个了，啊，没有了，现在不理了，他就不理了，他就警察了，或是对，先那个，嗯，就警察处理了，你们讲公安了，然后这个组长他会有什么好处吗？他除了帮忙要处理这些族群之间的问题啊，内部的事务啊，他有没有工资，有没有好处，或者大家族人到了一个年底啊，过年啊什么，会不会给一些什么食物啊，或者送什么给他，有没有的？有啊，有的都有啊，对，就会啊，有的，就比如说，有啊，别人像那个长老的，像我去，像我个人啊，啊，个人的浅见啊，啊。我年轻的时候，我去山上狩猎啊，哈，猎一些那个动物回来啊，嗯，会送点给他，我就会把它弄一弄分，各个老人家，啊，弄一点一点，啊，分给他们，分给他们，那组长你也会弄一份给他，对，会给一份给他，就是我们就是长辈啊，长辈，我们这边在这说没有酋长了，没有了，哦。就是那个家族里面的最高的哦，哎，年龄最高的啊，我们就会分享啊，哦，弄一包就会直接到他，也方我要送给你，我就会拿一份拿给你啊，或是我某某人拿到的，嗯嗯嗯，就是我们是分享，嗯，也没有买卖，嗯嗯嗯，就这样子，那挺好哦。这样的话呢，就是一种你们很，其实你们对老人家很敬重的，是不是？对。现在没有，你个年轻人哦，笑脸哥没有，都是啃老族了，啃老人家，啃
从伸手跟老人家拿钱。要钱的，对啊，他不要工作啊，他网咖，啊，他运动有的没有，泡去玩，嗯，那个冰盖，嗯。现在的年轻人都没有那一套了，老的那套东西了。以前没有，以前很少很少有这样子。其实中国大陆也是这个情况。有吗？大陆也是这种，年轻人也是跟老人家伸手拿了，有一些也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是这个社会，你台湾也走得比他快，他也在跟着台湾的步伐在走。啊，这个社会也是这样，都是这样走过来。其实人类的这个文明进化的这个步伐，其实是很接近的，只是你走快一步，他走慢一步而已啊。比如说欧洲、美国，他们比我们走快一步，对对对，在这个文明的进程里边，他们发展的快一点，走得快一点。那日本人呢，他又跟上他们的步伐啊，他们说，哎，你们走得这么快，我也要跑啊，跟着跑过，跑到你前面去啊，或者跟到你后面去。但是呢，像这个大陆的人啊，像这个共产党啊，他们就没有这种思想，是吧？啊，我们要追上你，追上你的话呢，我们要跟着他的步伐，他们是这个文明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我们要学习，要虚心学习，是不是？那人家怎么样去发展，我们是在他的后面的，那么要学习他，是吧？但是呢，像共产党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就说，哎，我们他学在学，但他又不承认，你知道吗？他在学人家，但他又不承认，他要脸，要这块面子他放不下来。台湾也不是几年前的话就是有钱，现在是还是没有什么了啊，现在台湾也没有什么了。你说以前有钱，对，这都是现在就外商，就是那个他企业家有没有都去大陆发展嘛，啊，是吧？他把钱把这个技术都带到大陆去，自己这边就空荡荡了，是不是？那个这东西是，这个其实这个是什么？是香港的商家，香港的企业家，这个工厂，做工厂的企业家带坏了头，他们呢被共产党吸引过去了。那个8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民国70年代初的时候，就开始慢慢有人去大陆做生意了。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们在有一小部分人先吃到甜头，先赚到钱，然后呢，后面的人家看，哇，还你的哇，在香港工资那个时候80年左右的时候要2000来块钱，但是他一进去大陆的话是多少钱啊？工资是几是100块钱左右，他2000多块钱可以请多少人啊？20人。哦，啊，那你，哇，我本来请10个人要2万多，我2万多来了这边可以请多少人啊？1000人。啊，哦，以上。现在不一样了。要可以请2000人，不止1000人，他之前请10个人的，要2万多，来到这边可以请2000人，10个人跟2000人这个劳动力相差多少啊？你想想。对啊。所以的话呢，很多早期到大陆去投资的香港的厂家，他们都赚到钱。早期的。后面就没有来了。对对。有的也是倒闭回来这边的。是啊，你说的。大企业老板回来倒闭啊。是。卖肉羹面，卖什么？肉羹面，肉羹面，对面啊，面线的面啊，吃面啊，卖面，在这里，卖面线。对啊，那个小摊贩啊，这样子啊。以前做生意做得很大。以前是做生意很大的，被倒了。在大陆倒了。又回来。你认识他还是在网上看到的？不是，我们这边都得是嘞。这边很多这种的情况的人。啊，不单。各个地方也有，大老板倒闭回来，什么都没有，回来这边开个小档，就开始个开小档口，就开始从零开始。哦，对呀，所以咯，所以很多人他以前早期的时候在大陆赚到钱就走了就好了，或者投资房地产，他们有一条发财的路，就是早期做企业赚到钱，后面搞房地产，搞到房地产赚到钱。
然后把钱都又搬走了，有搬一道出大陆了，他这些人就赚到大钱了。但是你说后期才去，然后呢，又失败，那这些就很惨了。所以要看你去的早不早，还有你有没有把钱搬出来。对你对有对，把钱搬出来的话，才是真正你的钱。嗯，这个情况是这样。哦，这样子啊，很少，嗯，我这不了解了啊。是。这以前的话是年轻的时候就比较会有走动了，现在身体不是很好，有没有？对，你有没有去过大陆？没有，没有去没过去过大大陆。陆。哦，有了，我去深圳了。啊，你有去过深圳啊？这哦，个旅游啊。去旅游，什么时候的事情我这个是投奔第二中队的那个选手队的，什么队？选手队的选手队。选手，雄关的雄，选手队的拳手队还是雄啊，雄这个什么雄啊，什么型？选手就是晚上如果说体力不支啊，有没有？那我们哦就不会有排班了啊。哦，就你有做那个像这个警察的这个兼职的那个，还是或者说我们叫副警的，就是辅助警察、辅助对正对职的对对对，警察的那个你们是不讲是？副警啊，我们叫副警。就是辅助警察的那个是不是？啊，比方说如果有扩大临检，就是你们组织这个旅游团去深圳旅游，就帮忙检查，帮忙的那个警察的这些人对，一起去深圳玩，去旅游。旅游是旅游，那是每一个年度去旅游。每一个年度都有一次。对，然后那一次就去深圳，还有是不是？什么时候的事啊，几年了？啊？几年？很几？好几年前。对呀、啊，那深圳发展得很好啦，我都已去那经。边也没有什么，就跟他们带团去，他们那个你觉得时间都给他排满满的，哪有那什个么时候的深圳比台北都漂亮嗯，得多得多，对是呀、吧？啊，那在深圳好多的，很好那很边的好啊，蛮漂亮的、啊。对啊。地亭山这个地貌都比台湾几棒房子那个很新，很多都啊！啊，高楼大厦对啊，经济活动也那很，只是外面的啦，那内陆里面的还是差那很当多然啦，在深圳是内改革开放的所谓嗯改革开放的南大门，你知道吗？啊，它就是因为门面，深圳是吸引了香港的资金对啊、对对对，工厂啊、技啊，术就啊、这个门。台湾啊、日本啊。嗯，把它这样搞起来的，那么深圳因为它跟香港是连着嘛，它有这个便利嘛，那么所以深圳是最早发展起来的一个地方，在大陆啊，深圳最早发展起来，然后后面就是这个你们台湾对面这边的厦门，啊厦门也后面也跟着发展起对对对。来，哦，多嘞，那个啊，看到那个政治，我就不要你看了。有什么感觉啊？在对深圳当时你有什么感觉嗯，不一致谈。啊？不一致了，嗯，不一我致也没有评，那个，不一致评。嗯，不，对，就是，现代化咯，也是看上去很现代化咯，是不对是？呀，很有钱咯，你这个要去，那个。首选你看哇，什么哪个省什么地方啊？哇，都极好了，我很们都不漂要亮，出门啊。房子很漂亮咯，对呀、人那个深圳人也很有钱咯，啊，嗯，大部分大陆很有钱的人都在深圳有活动啊，有什么有在那里有买房子啊，多的，有的儿子在那里上班啊，工作啊，差距很深多，圳是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啊。深圳年轻人，深圳的这个城市啊，它的平均年龄才二十几岁。平均年龄才二二十十几几岁岁啊！你在哦，街上看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啊，年纪上了年纪的10个里边没有一个，最多一个，大部分都是年轻人，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30来岁的年轻人。应该是有印象看那个对，深圳是一个好地方，的，啊，就是后面发展起来，那个，
你还有去过什么地方吗？除了深圳，中国大陆还有去过什么地方？大陆那边？忘记了，我现在头脑有一点笨笨的。不记得我吃那个什么，我有做心导管有没有？啊？工作有没有？我有做那个心导管，啊？你心脏有问心脏题？不好，末梢没有力了。这样，我有你做心导这么管，年轻，然后又吃那个药子有没有？记忆力是有一点衰衰退了。退，哦，你心脏怎么会不好的现在？也是工作上的，哦，工作造成工的，作上的，还有，哦，要怎么讲？哎呦，我这个是各店呐、啊，个人的那个，就哦，是工作有没有他们抽烟呐、啊？啊、哦，抽烟对心理现在没有影响啊，只对你的就肺比方呀、说，我住盖房子有没有？啊。做那个整栋大楼有没有？我是在上面啊，在一排一排啊，外面淋雨啊，我感冒啊，感冒一个月啊，就一直咳到那个肺积水，然后心脏就那个也没办法收缩，然后就从那时候开始有身体就不好了，内伤了，不是内伤了，就是心脏有问题了，心脏有问题，哎，所以说年轻的时候。不养生的话，就老了养医生了。对对对，老了养医生，对呀、啊，给钱养医生，就去看医生啊。经常要看医生，给钱医生用对呀、啊。了，哎，真是，所以年轻人朋友啊，你们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爱护自己对，身体，啊，来不及了，像我这样来不及了。是。那个都，那你会照顾自己，对吧？这个，这个，我们叫做达摩。火哥经常那个喝酒，这点很不好。早上起来喝酒，中午喝酒，晚上喝酒，他那个老板就一直跟他讲啊，那叫老板啊，迟早会被酒害死，喝的话，像一般像我们这样的话是，就是跟老板聊聊像他这样，他不可能好好工作。不可啊，能好好工作，就收入就很有限，有限，是吧？那你收入很有限，你一辈子就这样，那不用娶老婆了，是吧？哦，不用提了，对啊，所以有娶老婆他，也养不起了，对啊，他养不啊。起啊，他这人这辈子就是这样的了，没办法了，没办法，不好好做人，没办法，身体好就可以啊。像我这样，是啊，一病下去的话，你什么都不用做了。当然了。这对身体不好，你就很难，你没办法，你有心无力，有心无力。就我以前哪里可能？嗯，就我白天工作，晚上就出站了，啊，凌晨两三点回来了，哦，这么晚，去山上狩猎啊，去玩呐、哦，白天工作，晚上还去打猎，对啊，就兴趣啊，然后搞得很晚。就去山上到以前就是年轻很会走啊，就是我可以这样可以走到那2个山头回来呢，没有我是走就休息，然后就看打一个猎物这样差不多就可以共享就好了，2点钟回到家里，动作哎，打一听打。说晚上猎物才会出来对啊，用灯照啊，眼睛亮亮啊。你白天打不到啊，对啊，它就躲起来躲起来哦。啊，我也听说要打猎，晚上打的。用头灯去照啊。照它，你照到它的时候，它一般会不会飞走就0.1秒就开枪了。啊？哦，你一照到它就马上开枪。你照到的时候就马上拉枪对啊。啊。